好的，来。所以我现在哈这边哈是已经搞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这边有一张 LV7 富裕券，各位，我要给这个投手。我看到补强啊，就是这个投手15关大元，直接有没有 LV7 就给他了，红卡 LV7 富裕券，对不对？各位帅吧？来，各位看一下哈 ，LV7 券就是这样子，就一、二。三，各位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一个七过来的话，关大元的转运 B 滑就是最上91哦，那再补到兄弟里面哦，他的一个这个数值又是晴天的，并且开到金币的低达人，哎呀，这个厉害了，各位啊，好吧。来，所以这个七用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用。OK， 来这边的话呢，我看一下哈，后面这边应该都玩的差不多了。现在要进入到重头戏了，各位，我在上个礼拜嘛，去参加全国单人赛。啊、跟各位稍微聊一下，其实北二区哈、哦，北二区在整个市区来讲，大家我觉得啦，大家应该会觉得北二区是最硬，因为有好几个高手都在北二区。那我算是很幸运，我算幸运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抽签的那一组，大概怎么讲，就是说实力来讲的话，没有算是。就是其他那些很强的高手，刚好就是在，不能说很弱，其实也还 OK， 但是呢，整体来讲，我的这一组实力算是比较可以拼的哦，所以我就拼了。哎，结果我竟然两胜一败晋级之后的那个小组也不差，但是哎哥那天状况算不错。好、哦，怎么样？音乐小声一点是不是？好，等一下哈、哦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晋级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各位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晋级，可是我那天坦白讲，我那天没有带黑卡，因为兄弟像我没有黑卡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就是说，因为打进了全国总决赛嘛，对不对？在那个1月23号下礼拜六，那所以我为了兄弟。这个阵容，所以我又去补强了。那补强的话，就是去买一张二垒的金卡，哦，买了一张二垒的金卡。那这不是黑卡，对不起。那这个二垒黑卡，它可以干什么？它可以让整个兄弟象队说，开到超级传说之后，除了补强二垒的洞之外，还可以让所有的打者鸡犬升天。所以今天这一个阿洛玛，哦，这个阿洛玛，我们就是要把它。变到完美，好，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，一步一步来。首先，阿洛玛有没有？这边各位，在昨天我已经先把他佣兵了，哦，所以佣兵过来到第三格 ，OK， 花了好像是两三百万吧，哦，这个把他搞定了，他现在已经是佣兵状态。但是各位，这张卡片呢，一定要跳接。这张卡片一定要跳接。那如果一个黑卡没有二游的黑卡没有跳接，那各位，这个不叫黑卡，这个、叫做蓝卡。各位，所以黑卡你一定是要跳接，一定是要七等，知道吗？哦，黑卡在这边一定要讲，黑卡一定要七等。你所有卡片都不七等没关系，你也可以没有等，但是你的黑卡一定要七等，知道哈、哦？来。所以，而且一定要跳接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各位，我昨天运气不太好，我昨天开了十个潜力初始，都还没有开办法开到跳接。所以，今天我有七个潜力初始的机会。如果各位，如果等一下我们在第一格初始它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个初始它，如果这第一个就中跳接，我们就抽一个小夜灯，好不好？
没有，各位，如果第一个中我们抽两个，哦，如果第一个的话我们抽两个 ，OK， 各位，哦，就是说如果第一个按下去中的话就抽两个小夜灯，如果第一个没有中我们再按第二次中的话就抽一个小夜灯，以此类推，好不好？各位准备好了没？所以这个是为了大家的福利着想，看有没有办法中个奖哈，来准备哈，潜力开发，一样五三一大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，一，来哟、哦，各位抽两个小夜灯哈，各位观众，阿洛玛跳接手背。OK， 各位，你看不是这么好开的，没有，各位，没有啊，各位，这没有啊，所以第一个没有，所以现在怎么办？第二次再出使他，第二次中的话，我们就抽一个名额，哈、哦，如果中的话，我们就抽一个名额 ，OK。那一个名额的话呢，各位，你们请你告诉我，你们觉得要数几？数几下按下去？数几下按下去，老板，我刚刚没有中奖，你就跟我说“嗷嗷”，然后我女友说“你出去呀、啊”，快一点，各位，数几数几数几，你们觉得要数几？数三 ，OK， 我看到了，数三，第一个留言是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数三下去，就按下去了。好，数三就按下去。来，这先切掉。来，数三哈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各位，跳接手背，跳接，跳，跳 ，fuck， 各位，对不起，你们小夜灯没有了，你们的小夜灯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有点难，对不对？来，准备哈，我跟你讲这个。现在还有五次的机会嘛？这样子啦，各位不啰嗦啦，今天要搬家了啦。只要这五次有中啦，就抽一个小夜灯啦，好不好？各位准备了哈，来。这次哈，我们想一下哈。我们现在要数一个数字。今天星期五，数五啦。今天星期五，数五。好不好？今天星期五，数五，来，一，来按下去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各位观众，跳街，跳跳跳，各位是车步边，不是跳街哈，车步边不算了，我们是要跳街，好不好？是要跳街，来初始，拜托哈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不用数，直接按下去，各位观众。跳接手背，跳跳跳跳起来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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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没有。各位，这有点难度啊，有点难度啊、哦！不用数也没有，数了也没有，那怎么办 ？Music， 各位 ，Music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音乐下去、哦、不得了了。这音乐下去就不得了了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音乐下去就不得了了。一定要给他一点激励的作用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哈、哦，这种卡片有没有才会有那个？跳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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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铁哥，铁哥谢谢订阅啊，谢谢订阅，谢谢订阅。来，各位跳起来，让我们欢迎阿洛玛跳起来。各位观众，跳接手背。哎呦，要求我各位还是没有哎、欸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。数一个八好了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路发来，准备好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
各位观众，贴好接手背。哎呦，他奶奶的，各位还是跳不起来耶！最后一次的，最后一次的，各位再来的话，我没有券啊！各位再来的话，我没有券啊！拜托哈，拜托阿洛玛，好不好？拜托阿洛玛！我跟你讲，各位不啰嗦了，我们直接把阿洛玛七等哦，直接把阿洛玛七等。我们要怎么把它七等？我告诉各位。你就是必须要有同样卡片让他起等，所以我们可能要先跟邱昌龙说一声抱歉，我们现在必须要把他的等级去转移过来，各位，我们必须要把他转移，把他的啊、哦，把他的这个等级要转移过来。等级转移要不要？要，然后他就会被初始掉了。是的，邱昌龙他就被初始。是的，各位，邱昌龙没有等级啦，各位，邱昌龙没有等级啦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可以呢，这个。先不用理他了啊！先不用理他了，他没有等级也很强了。各位，这时候他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他怎么样？他把，靠腰嘞，这个还没收，礼物还没收。各位 ，LV 7赋予键接收，接收，有没有看到？他完成小我，牺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他把他的七等退下他的光环，他把邱昌龙牺牲他自己当教练，他照亮了二垒的阿洛玛，他把七等脱光光脱下来，然后呢转移到阿洛玛的身上啊，各位，这个情操是何等的一种这种伟大的情操，各位，你知道这个情操不多见，这情操是不多见。所以我们在这边感谢邱昌龙之前为我们所做的一些努力。今天他这个七等过来，阿洛玛就要带领我们去打胜仗了，好不好？各位来，阿洛玛，我们先看一下哦，他在还没有七等之前，他的打击就最上，他是一个打手型，所以手背是90。那如果七等会跳到97，打击会到98。从我们现在直接给他一个 LV 7赋予的这个过来，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哈、哦，到底他那个七等黑卡长怎么样？那各位平方起来，有人没看过，各位黑卡的 LV 7赋予券长这个样子，欢迎各位截图一下啊、哦，你可能这辈子你可能都没有办法拿到这一张，如果你是小资玩家的话，是不是？让各位看一下，好，让各位看一下 ，LV 7黑卡赋予券，它上面有一个 black，B-L-A-C-K， 需不需要我帮你翻译 ？black 就是黑，哦 ，black 就是黑，黑卡 ，black 卡，黑卡赋予券。A 卡赋予券，让各位呢截图拍照一下。好，按什么？按删除。哎呦，差一点，不要闹了啊！来，我按一个截取萤幕键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去把这张阿洛玛让它起等。LDV 7赋予是不是要？各位观众，阿洛玛起等。哇塞！直接塞满他呀，各位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、就是一卷塞满他。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东西？打击手背直接加起，等级转移过来。哇靠！各位，你看，整个手背
97打击98，然后呢再靠着战力分析，他的打击守备直接破百，各位这厉害啦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呢有钱真好。好，那现在呢阿洛马七等，对不对？他就要来开跳节了、哦、阿洛马七等他就是要来开跳节了。那现在开跳节的话只剩下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各位来，我跟你讲，如果这最后一个机会中跳接，不啰嗦，我想一下要送什么。我跟你讲，不啰嗦，如果这最后一个机会中跳接的话，各位来，不啰嗦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祭品，没有今天，今天绝对是最大方一天。为什么？各位，今天要离开旧家，以后这个背景你永远再看不到了。哦，所以其实我是一个很，其实我现在是蛮感伤的啊、哦，这是最后一次在旧家开台。所以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感伤的话，欢迎你可以订阅啊、哦，订阅下方今天特价4.99美金。各位，来，如果最后一张开到跳接手背的话，我就送这一本2015年世界12强的一个锦标赛的观战手册。这个啊，我跟你讲，来，好，有没有看到里面中华队介绍每一队的一个球员？这个买不到，好不好？如果这一格中跳接手背的话，我们就送这位。各位来一起祈祷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各位一起祈祷，都给你七等，你再不给我们跳接，坦白讲说不过去了、哦、坦白讲说不过去的。各位来，七等就数七，七等就数七，倒数计时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各位观众跳接手背，跳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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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跳跳跳跳，有了有了有了，跳跳跳跳跳，谢各位，各位没有办法，各位没有办法，真的是有点难度，他还是不给跳，17张了，他还是不跳。已经17张了，他还是不跳，他还是车不边呐、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话呢，他这个跳接应该是跳，今天是跳不起来了。但是比赛你不开到跳接，你干脆就不要带他，你干脆就放他去 DH 佣兵黑卡好了，是不是各位？但是不行，我们今天不能这样。来，各位现在要做什么？没错。老兵这一张黑卡，老兵这张黑卡，但是呢，我需要请大家帮我一个忙，就是说，我们来一起来讨论一下，到底他要吃哪一些卡片。所以我们先把哦这个卡片一一先把它处理过来。我跟你讲，这几张卡片其实是都可以吃的，好，紫卡就好了，其他这种黄卡就不看了。投手的部分，我们要一起来讨论一下，到底要吃哪一些卡。好，首先各位，我觉得啦，第一个啦，吃自己好不好？吃自己，吃秋葬，吃秋葬干什么？你有事哦、喔，你当我是讨个派气哦？吃自己啦，
阿洛玛，因为我已经有阿洛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太可能再会用到这张阿洛玛，因为我还有 B 级，所以我这张卡我就先把它自己先吃掉。你看哈、哦，如果我今天吃它自己，对不起，还没有下放，我们把它下放。阿洛玛吃阿洛玛，来，各位。各位18700，他这个黑卡老兵要黑卡老兵要18000000，所以我们先不要吃这个，这样先不要。跟各位讲，我们一定要先吃一个老兵过的纸卡哦，所以老兵过的卡片哦。我们这边就要来仔细思考一下，这个有难度、啊，这真有难度。第一个，你可以吃花花，对不对？老兵过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吃花花。那当然，这些我用过的卡片，我们是没办法吃的，对不对？这些卡片不能吃。不然的话呢，还有一种方式吃什么？吃 Valence，D 就是放 DH， 有没有？笛子，但是一定要。老兵过，或者吃王建民也是可以，吃王建民也是可以。其他的话呢，这些都不能吃，这些都要用到。或者还有一种方式，吃什么？各位，黄清志或者是坎布瑞尔，对不对？坎布瑞尔他有 EP 嘛？各位帮忙讨论一下好吧，你们觉得 可不可行？看一下、哦、坎布瑞尔这一张是不是？各位吃这一张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如果吃它的话、哦、阿洛玛它会变成什么样子？传授投手 OK， 各位吃老兵的纸卡，记住这一个哈，记住这一个数据，80300，80300。那如果说80300 double 的话，各位我跟你讲哈，来，我们用计算机算一下，80300乘以1.5倍。直接就是120000，直接就是十二，看一下80300。All right， 哦，谢谢 HUAU140CD140，谢谢三鞠躬，来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谢谢订阅，谢谢献花。谢谢，我看一下，老兵东哥，或者是先老兵阿洛玛，到底是怎么样比较好？告诉我，坎布瑞尔不要吗？坎布瑞尔不要，不要坎布瑞尔，还是要老兵。说先把阿洛玛老兵这样子吗？那阿洛玛怎么老兵？来，这个、各位，这是难题。我告诉你，黑卡是一个数字的游戏，各位，我们不能够这么急。来告诉我，你说黑卡老兵对不对？阿洛玛在哪边？好，阿洛玛黑卡要45000点。我请问你，各位，我请问你啦，我要怎么样去让他45000点，对不对？我要怎么样让他45000点？请你告诉我，然后黑卡在吃他自己嘛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。没有办法，我直接让他吃那个，
是东哥吗？各位，这有难度，这有难度。我想吃 EP 纸卡。我想吃一张 EP 纸卡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东哥也是可以啦，因为第一个东哥的跳接很好开，你看一下他的跳接，他是第一个，所以吃东哥也是可以。但是东哥其实还蛮强的，你看一下我用他三乘二一的打击率，七支全打，其实也是蛮不错的。其实东哥的也是可以，而且他位置一样好。既然这样子的话，各位，我坦白讲，我们就先来吃东哥好不好？先来吃东哥了。哎、欸，或者是什么？或者是说，等一下我先下放一下，好，先下放。或者是说，我们可以先怎么样？哎，先把这个哦，有没有？各位，来，你看、哦、我们先这样子。如果我们先把，哦，这真的有点难度，各位，这太难，这是逻辑。你看，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一个黄忠义，把这个黄忠义给阿洛玛吃，阿洛玛会老兵，对不对，各位？是不是？我们把黄忠义喂给阿洛玛。哎，你们也是这样讲吗？我现在看到聊天室，你们也是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把黄忠义喂给阿洛玛，阿洛玛他就老兵了。那老兵阿洛玛再吃阿洛玛，各位，那变什么马？变成林阿玛？不对，各位，但阿洛玛难道？你又觉得可能会变成什么马吗？不可能，阿洛马吃还是阿洛马？各位，我问一下，赶快给我一个答案。这样子太浪费，这样子太浪费，是不是？就直接东哥，直接东哥给，直接东哥，对不对？太浪费了，对，没错，还好没有按。各位，直接东哥就吃，你们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我跟你讲，我懂啦。坦博瑞尔，东哥直接达标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各位不是这样子。来，东哥直接给阿洛玛吃，对不对？东哥直接给阿洛玛吃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喂坎布是不是？你说好，有人说是直接喂坎布瑞尔，但是坎布瑞尔你还是没办法达成啊，对不对？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啊？告诉我应该怎么办，各位。阿洛玛吃坎布瑞尔，阿洛玛吃坎布瑞尔，阿洛玛吃坎布瑞尔。先吃东哥，再看有没有跳接。对啦，各位来啦，先吃东哥啦，我跟你讲，先吃东哥啦，这个一定先吃了啦，东哥先吃了啦，对不对？有人说我当初怎么老兵贝鲁，我跟你讲，坦白讲，我也忘记我当初怎么老兵配比鲁斯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这一张黄忠义如果 double 的话，如果跳下去 double 的话，如果跳下去 double 的话，就抽一个。好，这张如果跳下去 double 的话，我就抽一个，好不好 ？OK， 各位，准备了啊、哦。真的是蛮复杂的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朋友打来。喂，你好。来，
哦，赖赖赖，好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。哎、欸，各位，不好意思，有人 call out， 有人 call in 啊，叫我看赖。吃老兵的东哥 ，A 卡直接吃东哥，不要浪费。各位，大家都给我建议了，大家都给我建议了。我看一下哈，没有跳接的黑卡等于蓝卡，是没错了。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叫我看 LINE， 然后没有给我建议呀、啊。叫我看 LINE， 然后没有给我建议，是要看三小。麻烦请给我，请告诉我好不好？我看一下哈，来各位，可以，我这意见，各位谁可以给我最好的意见？谁到底可以给我最好的意见？到底谁可以给我最好的意见？我把 David Light 跟 Herd 喂给紫卡阿洛玛，我把这两张喂给紫卡阿洛玛，然后让阿洛玛老兵吗？哦，各位，来，停，聊天室先停。他说：“我先把一些不要的卡 ，David Wright、赫等给紫卡阿洛玛吃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过的话，再加一张红起风。然后呢，老兵东哥跟老兵的阿洛玛喂下去就可以了。各位，你们听得懂吗？我看一下，来了，我看一下你们。”紫阿洛玛吃坎布，再给黑卡吃。我操！妈，一个人一个意见，840多人，他们一人一句，我要听谁的？我快俩公啦！到底怎么样才好？我真的是现在有点难度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这你们没有办法理解，你们没有黑卡，你们没办法去理解，这是一个数字游戏啊，你知道吗，各位？这是一个数字游戏啊！这是一个数字游戏啊！这真的是一个数字游戏。好，各位你看哈、哦，如果我这边再加上这样子，167啊，167还可以，我还可以凑得到，或者你再加一张，有没有17万 ？OK， 这个其实这个就是说也是可以这样子。到底是怎么样才比较好？来，我来看一下哈，各位，这需要一点时间呢。先把紫卡阿洛玛老兵先喂，是不是？先吃东哥，因为东哥比较便宜。坎布瑞尔先不要吃，坎布瑞尔太贵了，而且还可以留着当救援投手，对不对？先吃东哥，再加这张伯格。如果直接跳两 1.5 倍的话，各位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坎布瑞尔不吃，我现在就是先黄忠义先吃，看有没有跳倍，对不对，各位？这我跟你讲，各位，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这在拖时间，这是一种，你知道哈，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决定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你常常会遇到很多决定，这个决定下错了，一步错，步步就错了，对不对，各位？所以说哈，我们先这样好吧，因为东哥比较便宜，而且东哥又二垒，又是同守卫的。我们先吃一张东哥，看有没有跳背，再来决定。
对不对？我们决定了，各位，不啰嗦了，先喂东哥吃，看有没有跳背。那我朋友是说，就是有跳背会更多，叫我先把阿洛玛老兵有跳背的话会更多。但是我为什么要先把阿洛玛老兵呢？阿洛玛老兵我不是要再花一些其他的紫卡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黄忠义直接就跳两倍的话，那就一张就搞定了，各位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而且我这边还有4000点的老兵的点数，我还有再可以再弄一张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阿洛玛不管几张都一定要开到跳阶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会，黄忠义绝对不会在我的全国单人赛的阵容出现，绝对是阿洛玛跳阶，不管几张都一定要开到，是不是这样子，各位？所以我们今天 就把黄忠义给，就算没有黄忠义，我还有 B 级哦，对不对？我还有 B 级哦，或者吃拉筋也是可以，有几手拉筋也是可以。如果照各位这样讲，好吗？那如果不要吃，还是先把黄，还是先把紫卡的阿洛玛先把它老兵。这各位，这需要我看一下哈、哦，砍不留者，对，有我朋友说砍不了，尽量用不到的打者。老兵紫卡的打者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现在很多各位那个手机 LINE 啊，一直有一些讯息，一直有一些讯息来。我现在是要接受四面八方的建议，各位，这是一个人生的决定呐、啊，各位。OK， our English， I wish I understand any of this。OK， thank you。I can speak English. Yeah, and this a baseball game. Okay, you know baseball. And this is one man. She wants strong. So eat another 那个 car. You know, yes. He will strong.各位，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这个翻译中文就是，这一张卡片，他吃了这个卡片之后，他会更强壮啊！我相信呢，我们英国朋友应该是听得懂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讲到我自己有点心虚啊。好的，各位，我来思考一下，如果我先让阿洛玛老兵。然后再用阿洛玛吃老兵的阿洛玛，如果加倍的话，会不会跳更多？会，可能直接就达标了，一张跳倍就达标了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再给你讲，我看一下，用东哥老兵的价格真的很低了，是不是？东哥老兵的价格很低，来，我来看一下，注意，紫卡阿洛玛吃老兵之后呢？847002，紫卡阿洛玛加五等老兵，等一下加同位置老兵等于924000。谢谢 S Bus ES 等于924000。所以如果说同位置的紫卡老兵 double 的话，就直接就达标了。所以喂下去也才90000多啊，各位也才90000多。所以说不要，对不对？要不要？没有关系，各位，先吃东哥了，先吃东哥，各位先吃东哥，东哥吃下去来决定后面到底。哎，各位，其实或者是说，我们也不一定要吃东哥，我可以先吃拉筋呐、啊，我可以先吃拉筋呐、啊，对不对？
来准备了哈，这张卡要按下去了。先吃东哥啦，好不好？先吃东哥。来，各位，阿洛玛，等一下再来考虑一下。好，我们先吃东哥，先把东哥吃下去。东哥吃下去，那个生命就阿洛玛老兵没有加很多。我们先吃东哥，传授。我跟各位说哈，如果等一下这张东哥直接跳两倍的话，不啰嗦，抽五个小夜灯，跳两倍 Fantasy 抽五个，1.5倍抽两个 ，OK， 注意了哈，注意哈，各位注意，那个再重复一次，再重复一次，再重复一次。黄忠义直接打 Fantasy 抽五个，1.5倍抽两个，来喽，各位，黄忠义吃下去了。各位观众，黄忠义 ，Double，Ye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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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呼呼呼呼 ，Stop，Stop。是浪费生命，没有错，各位，我是在用生命在打棒球。看我的台，你看棒球，你就是在浪费生命，没有错。但是现在有888人在浪费生命，呜呼，送啦！哎呀，1.5倍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来算数算数算数，来，我来算一下啊、哦，18000。18000四个零减掉122100等于57900，还差57900，所以这个时候吃什么？再吃它吗？不要，点数超过没有吃它，11000。哎，各位，像我现在头痛了，各位。我们现在差57900，57900的话，其实有一张4000点，所以变成，我、哦、哎、欸，各位，这难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我看一下，如果，阿洛玛，我刚刚不是阿洛玛吗？各位等一下哈、哦，这个难，你看哈、哦，我现在放下来，好，这个放下来哈、哦，各位放下来，你现在如果是57900，告诉我接下来要怎么？接下来我要怎么做？这吃下来也才18000啊，怎么办？要再吃一张是不是？要再吃一张是不是？各位，吃阿洛玛，吃阿洛玛的话呢，或者再加一个怎么样？再加一个这个伯格，对不对？再加一个这个伯格，阿洛玛吃阿洛玛。再吃一张老兵吗？再吃一张老兵。好，等一下哈、哦，各位来，我们这个先放掉，这个先放掉。对，来，各位，好，有人说再吃一张老兵，那我要吃什么？我来请问各位了，我要吃什么？我要吃什么老兵？这难度来了。这边的话，这边没有老兵，黄金制吗？要吃黄金制吗？各位是用不到的，好看一下有谁，这边都用得到，绝对不能吃 CP 留着看打者 ，ERA 拉筋，好，各位我决定了，就是拉筋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游击的雨天，不是游击手，就是这张 ERA 顶级 ERA 来决定的。哦、所以原则上呢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一个
拉筋，把它下放了，哦，这个拉筋要下放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错吧？是拉筋，因为游击手应该是用不到它啦。下放，各位，好不好？我们吃拉筋，因为你不可能吃，你不可能吃 Aura 嘛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吃 Aura， 不可能吃 Aura。其他的阳基的我也没有打算要吃。投手的话，投手的话你也不太可能会去吃。黄金字也留着好了，好不好？黄金字也留着，吃拉筋啦。各位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如果吃拉筋的话，它会有跳到多少分数？好不好？吃拉筋，来，各位。吃拉筋直接爆表，所以怎么办？各位，吃拉筋会爆表会多，吃拉筋会爆表会多，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吃拉筋了？但是你不吃拉筋，你变成要用几张的一个这种有没有这个纸卡去抵，各位这尴尬。这尴尬。垃圾纸卡吃掉，对不对？吃垃圾纸卡没有错。好，阿洛玛既然有阿洛玛，所以阿洛玛就吃掉，然后我们再吃一张垃圾纸卡。然后我跟各位讲，伯格我们不要吃，伯格不要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还是要吃拉筋吗？不吃拉筋会更贵，不吃拉筋吃牛筋，吃拉筋是绝对一次就达标了。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说今天我们把，如果这样子好不好？如果我们吃 B 级，不对，吃阿洛玛，算一下，各位来，我现在齁，我们来算一下，18700如果乘上 1.5 倍的话，28050就是28050。28050再加上本来的122100等于哦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这张阿洛玛我算了，我再算一次给各位听，来，你们带出计算机，我算一下，你看哦，这张阿洛玛哦，18700对不对？乘以 1.5 倍等于是多少？28050对不对？你记一下，28050再加上本来现在的122100就达标了。28050加上122100等于150150。哎，不对哦，靠，它是18万，我这边只有15万哦，所以还差3万。各位不好意思，算错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一直以为是15万，各位，我一直以为是15万，原来它是18万，那靠，那没辙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想一下，那这样就是直接要吃拉筋了。可是问题是，拉筋你吃下去，你又怕点数超过啊？点数超过是不是等于浪费？但是你不吃它也好像也不对。好了，各位这样子好不好？如果我今天先吃4000点，如果这4000点，其实坦白讲，拉筋一张就搞定了，也不用4000点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，各位？直接4000点就搞定。我有四千点，但是我四千点，
时间点只有一张。阿洛马加八比七板，把笛子拉上去。对，来各位算一下，我们要节省阿洛马加上笛子，这样子。来各位，我们再来算一下，29700，如果乘上 1.5 倍的话是44550，再加上122100，等于是166650。166650还是没有过，就算他今天再加上4000点的话，他还是也没有过。吃拉筋，其他的纸卡拉去拉，拉到一张顶子就赚了，对不对？拿铁哥说话了，各位，你们讲的话，你们讲的话，没有太大的力量，但是拿铁哥的话要听。这一张卡，他说他是怎么讲？他说如果我吃拉筋，不啰嗦，就直接就过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今天我把其他纸卡拿去拉一拉，说不定还中了其他的纸卡，再卖掉都还赚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我们就直接拉了。我们今天就直接把这个拉筋吃掉，让阿洛马直接超级传输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也不用祈求 1.5 倍。好，各位准备了，就这样子给他吃了啦。好，来，不需要 1.5 倍，但是如果各位等一下他跳两倍，我可以，我们会不会可以骂声？那个 fuck 嘛，是不是各位？不要跳背，不要让我心情难过，一般般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他等一下跳两倍，对不起，前面两个小夜灯我就收回来了，因为我就没送了。各位你知道吗？哈，来各位，让我们欢迎超级传说阿洛马，我们在这边感谢拉金在这些日子来对我们账号的付出与支持，我们在这边感谢他，好不好？来，不要两倍，一切都好。Lady Go， 漂亮，什么都没有，送啦各位黑卡老兵。感谢黄忠义 1.5 倍，再感谢拉筋顶级二油，直接给他这样子放下去呀、啊！让我们欢迎老兵的黑卡二雷手顶级阿洛马，老兵成长！耶！我靠，送啊，各位，这是一个黑卡。二雷手老兵是否要在祝贺讯息中公开呢？废话，各位，恭喜呀、啊！来来来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大厅，马克 B 老板阿洛马黑卡成长为老兵啊，送舒服啊，各位舒服，舒服舒服舒服啊！各位你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老兵过来之后，鸡犬升天，打击直接100速度。91手背99，然后呢战力分析，哇靠，各位鸡犬升天呐、啊！有没有看到这一个阵容就威啦？有没有看到这个阵容打线分析？有没有看到？哇塞，打击破表啊！前面六棒打击平均101呀、啊，手背分析有没有看到？二雷手阿洛马，嗯，车步边手背。没关系，这个稍微弱了一点啊、哦，这个我们再把它改善一下。超级传说比赛时候打击投手全部能力都加，然后这边彭振敏快传，陈志远快传，左外野星星卡快传，必要时可以换上猎取周思齐。
哎，那我的 DH 这边怎么没有显示出来 ？DH， 哎，为什么这边没有显示 DH？ 手背没有放 DH， 打线 DH， 对，就是这样子哈、哦。有没有看到？周思齐，三垒手 Louis， 游击手葛雷洛，一垒手王光辉，捕手洪一中。各位，这就是一个兄弟象。这就是一个兄弟象的阵容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二垒没有跳接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插在一个跳接手背，现在就是插在一个跳接手背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去。